原标题：齐国的霸业为何自齐桓公之后便一蹶不振？文小河对岸齐桓公小白是被史学界公认的春秋时期第一位霸主，其与晋文公重耳齐桓晋文之事常并称，而被认为是诸侯称霸的巅峰。但齐国的霸业却与晋国、楚国不同，春秋时期的主旋律是晋楚争衡，晋楚的霸业都各自维持了一两百年之久，而齐国霸业却昙花一现，很快就衰落下去了。那为何齐国能第一个称霸却又一世而衰呢？齐国称霸的先决条件，齐国的始封君为吕尚姜太公，不但最善于兵事，还与周氏有姻亲，吕尚侄女易姜魏武王之后成王之母，故很受周王室的倚重与信赖。齐国是周王室巩固东方最为重要的一块砝码，受封之初就很具实力，而初具大国规模。再则因周王室远在关中，对东方的遗商残余势力鞭长莫及，便赐予齐国在东方的征伐之权十载，乃使赵康公命太公曰：东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岭，北至吴地，五侯九国，实得征之，其由斯得征伐，为大国，即意味着齐国可以名正言顺的扩张。而齐国的四周又为蛮夷部落，发展空间特别大，经历了三四百年的经营与扩张，至齐桓公之父齐僖公在位，齐国已经被称为小霸。齐大非偶的历史典故便产生于干时期，那为何齐国的霸业不能像晋楚两国那么持久，仅立一世，甚至齐桓公在位的后期齐国的霸业便衰落了呢？第一，齐国经济富裕，士族的战争意愿不强，齐为马陵之战，孙膑以简造计而诱庞涓，及时利用了齐号为妾，第三晋之兵肃清齐的心理，齐人怯弱畏战，是闻名于诸侯的。而这背后的原因，齐国有余言之力，又经管仲的变革，而使齐国商业手工业繁盛，百姓富足。而齐国地也一直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最为富裕的地区，而越是富裕的地区，其谋生的渠道多样，士族的战争意愿就越低。管仲在管子储蓄篇中便说道：一出于一恐者，齐国无敌；出二恐者，齐兵不屈；出三恐者，不可以举兵；出四恐者，齐国必亡。战国时期商鞅的变法便与管仲的变革正好相对，商鞅利用秦国的贫穷落后，将斩敌首与功名富贵相挂钩，奖励耕战，立出一孔，以激发秦人对战争的狂热之心。可以说管仲变革使齐国变富，而商鞅变法使秦国变强。第二，齐国军制的落后也极大的制约了齐军的战斗力。荀子与林武君曾在赵孝成王前论评，而说道：齐之既饥，不可以御魏使之五族，魏使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，有御之者，若一交鳌头食焉，齐人龙既饥，齐既也得一手者，则赐赎资金，无本赏矣。世事小敌淬偷，则可用也；是大敌奸，则患然离耳。若飞鸟然，清策反复无日，是亡国之兵也。兵莫若是矣，是其却令之庸而战之极矣。即是说，齐国军队特别崇尚匹夫之勇，打打弱国，抓抓毛贼还行，而遇强敌则立即溃散。齐国的国君在历史上也都非常崇尚勇士，斋庄公在位期间曾设立了勇爵陆比大夫，但必须力举千斤，射穿其闸者方与其选，先得直戳。郭醉、贾举、丙师、公孙傲、封惧、夺父、相隐、吕因等九人，后又得晋国栾氏的周绰、邢怀，又选卢土鬼王可等等。齐国的文明勇士是历史记载最多的，除此之外还有孟姜女丈夫的原型启梁，被燕子以二桃杀三士的公孙接、田开疆、胡爷子，以及战国时期为秦国效力的孟奔。秦武王好多励志士
其孟奔也做梦说知徒病归焉。孟奔生把牛角，蒙恬的先祖蒙骜也是听说秦武王好勇，才从齐国来到了秦国。齐国这种崇尚匹夫之勇的军制，是不足以大规模激发齐军战斗力的。第三，齐桓公死后，朱公子争位而带来的长期内乱，也使齐国实力大减，而无力维持霸主地位。齐桓公患有严重的寡人之疾，靠此齐三位夫人王姬、徐姬、蔡姬皆无子，又宠幸六位姬妾，礼数皆如同夫人，而此六位姬妾各生一子，分别为公子无亏、公子元、公子昭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、公子雍，其余妾应虽多亦有子，但地位却不能与这六位相比。而这六位公子中，除了公子雍出身微贱、安分守己，其余五位公子各数等羽，互相猜忌。齐桓公病重时，朱公子相公齐被筑起高墙围在宫内，活活饿死。而齐桓公的尸体横卧了67日，尸虫都爬出了窗外。而此五位公子也都先后当上了齐侯之位，可见朱公子争夺之激烈。齐国的这次朱公子争位，直接就让出了霸主之位，致使拥立公子昭、齐孝公继位的宋襄公都有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。第四，晋国、楚国的强势崛起，也使齐国再难重拾霸主之位。虽然齐国被赋予东方的征伐之权，但毕竟是异姓诸侯，而晋国却是唐叔虞周武王之子之后最为正宗的宗室，其对华夏诸侯的号召力是齐国无法比拟的。而楚国崛起于南方，强势北进，而楚国的实力其实已经在齐国之上。齐桓公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，但面对强敌楚国时还是不敢战。楚国的罪行在于向北扩张，威逼华夏诸侯，周之宗室汉水诸姬几乎被楚国吞亡殆尽，齐国却不敢拿楚国吞并汉水诸姬姓国说事，偏拿一些无关痛痒的鸡毛蒜皮说事，其实就是避重就轻，想逼楚国服个软认个错，好在小弟们面前找回一点做大哥的面子而已。而楚国与齐国又没有直接利益冲突，风牛马不相及，也不愿意硬拼，无论是胜是负都是百害而无一利，徒使自己的军力受损，不利于楚国在南方的霸业的维持与扩张，故而楚国也乐不认个错，既不割地又不赔款的，不就贡献点包毛吗？那玩意有十几个钱。齐桓公也并没有遏制住楚国势力向中原的伸展，楚人与齐桓公会盟后不久，楚成王便亲自率军北上围攻齐国的盟国许国，迫使许国国君肉袒谢罪。接着楚国又向东灭掉齐国的虞国、姜国、黄国，而对此齐桓公也都无能为力。管仲去世之后，齐桓公变得极其昏聩，就更不能与楚国争锋了，而楚国却更显蓬勃，华夏诸侯迫于楚国的压力而纷纷与楚国暗通款曲。数年之后，历经磨难的晋文公在秦国的帮助之下回国继位为君，晋国的政治得以稳定，此后便进入了晋楚争衡的时代，齐国是再难重拾霸主之位了。参考史籍、左传、史记等等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